哎呦，啊，但这是有影无影？洪万来一直咧拜因查某囝，这咱人哦，心肝那是无话定，啊，就是讲人咧甲你讲你唔听，鬼看煞哭哭惊。今麦佮讲起庙，你要拜妖精，看起来这个妖王主唔是甚物正神正道，啊，若无嫌伊星座安怎影吃都看拢无，啊，唔然唔知是倒一方面来的甚物弯哥，还是洪妹？你是头壳无好，还是目睭看无？还是讲，洪妹，你敢会想讲要讲明白？啊，那无那来拜这个妖魔鬼怪？假使讲，伊这个河马啦，真正让你知，会到时人要甲你讨啥货？我真的有听没有明白。阿妈，你还袂困哦？母啊，你是要袂拜啥？无啊，这是倒位来神明？玉皇神尊啊！什么玉皇神尊？那是我。我知影，神尊讲伊的元神附伫你的身躯，拜你就敢那咧拜伊啊。母啊，我拜托咧，我是你查某囝，你安尼拜我的像，会接我的血收啦。点起，唔通安尼白讲。神尊有跟我说，你不是普通的人，你是天顶的仙女来投胎。你别听他在后面说，我如果真的会仙女投胎，我就应该出世在有钱人家做大小姐，谁做我会出世在这？安怎出世在这让你感觉真更小心？母啊，是我说不对的了啦。你没说不对，是人的想法不对。以前我也是真看不起我自己，但是为了要活下去，要把你饲大汉，我只好来开一间天香楼。那时候我自己也见笑到你死了都不敢想要出门。母啊，是的啦，是我说不对的，咱们再说好不好？是怎么不说这些？蛤？有眼睛的人看一下就知道，台湾这个地方阴阳失调，十男不见一女哦。那无咱这间天香楼，遐个罗汉卡，若需要的时阵，你叫伊要安怎哈？要去欺负遐良家妇女？母啊，你莫安尼啦！我知影你真辛苦，我嘛无看要去天香楼遐个姊妹啊。我知影是我讲唔对话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唔过，你敢袂当莫相信玉皇主讲的话来拜我的像？你安尼做？不好啦，什么不好？神尊跟我说，天顶的神会这么神，都是有寒干的人在给他们拜啊。哎呦，不过我跟玉皇主就不是神啊，我有什么资格会当受人拜，享受人间的香火啊？阿官，我知道你讨厌神尊。什么的神尊？妈祖娘娘说他是白道。好啊好啊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今天你若不是神尊，你人在哪里？你的魂附在阿峰的身躯的哦。人说生不见人，死也就要见死，我这样着急到要死，我去妈祖庙求妈祖指点，妈祖没插我，现在是神尊把你的身躯带回来。要是没有我们母子今天感觉还可以在这里说这些有的没的吗？啊，不过你是我的母的，你这样给我拜，你不会感觉怪怪哦？有什么怪？三太子李罗彻的故事你也不是没听过啊？他八骨行地，下巴行庙，分票无义啊。若不是他老母给他起庙打造金身，受大家给他参拜，后来他老爸知道很生气的哦，去破坏他的庙宇，破坏他的金身啊，白家庄因此来反目成仇啊！母啊，你在想啥？我是在想讲，
我若来给你起一间阿庙，唔知道新村会安怎想？哈？大家去听啊，师傅要练一届，互咱看。哦。大哥，兄弟，大哥，哈哈，兄弟，今天哪有闲人过来？我想大哥啊。来看大哥过了好无？好，拢好，拢好啦。咱来去内面坐啊！哎，看白嘞，去泡一锅茶。好好。哎，苏爷你好，我来去泡茶哈。哎，你有熟识哦？来你房间那讲。哦，好，请。这是你画的哦。这是。师爷，师爷，茶来啊，茶来啊，来，师爷饮茶。师爷，请饮茶哈。空白嘞。哈。我听讲你平常时真爱跋。跋脚，那是以前的代志，我今嘛无咧跋啦。哦。啊，我问你诶。你平常时敢有在拜拜？拜拜哦，嗯，有啊，也毋过嘛无定定在拜呢。这是玉皇神尊的画像，你摕转去拜，你若有诚心，一定会保庇你健博健赢。我都无在跋筊啊，安尼敢好？那，这是你摕去跋看卖，跋输跋赢一定爱甲我讲。哎，你这是在创啥？大哥，你先卖问，我安尼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啊。恐怕你意见安怎？我这安那安尼，就卖勉强啊。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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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卖切着你的意，我来去办就好。会记的哦，一定爱拜。哦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阿嬷，放我出去啊！阿嬷，我求你啦，把阿虎放出来好无？你已经关伊遐侪天啊，若继续关落去，我惊伊会起痟呢。搁等几工啊，才搁讲。搁等几天，到底要等多久啊？你都已经几十外天了呢，感觉还不够，搁要等多久啦？阿你做有讲，上少要乖七七四十九天。阿你做，你做，你到底是倒位神明啊？咱为什么爱听伊的？若真正有本事。你是伫乌白讲啥？你爱知影，阿弥祖是咱西拉教的祖灵。你虽然不是西拉教的人，啊，不过你经嫁予阿虎，算起来，你嘛是西拉教的人。阿嬷，我知影唔对啊啦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唔敢。你起来啦。阿嬷，我唔敢哦，怕好一个人关伫个房间内底。你若愿意放伊出来哦，那安尼，你让我入去陪伊好无？唔好。阿嬷，我求你啦。好啊，莫阁讲啊。
阿嬷知影，你是唔甘要看阿豪受苦。阿嬷我嘛唔甘啊，你敢知影？阿嬷心肝内是有偌痛，阿豪是我的金孙，是我心肝内一块肉，是阮家唯一的香火。自细汉，我就甲伊惜命命，伊爱啥，我就予伊啥，事事行行，我拢顺伊的意思。有一天，伊阿爸甲我讲：“阿母啊，唔通安尼死性囡仔。”讲恁汉里有一句话，讲什么性低雅糟，性囝不好。我是无伫咧相信这個，我的阿豪生来就是要给我生的。你看，我敢有甲性歹去？无嘛，对无？严哥，阿丽做伊甲我讲，阿豪今仔日会变成这样，拢是我做了唔好。阿丽做咩？哪会安尼讲啊？阿丽做会安尼，是因为去耍着，咩哪会怪阿妈咧？乖，莫阁批评阿丽做啊哈。那唔过，阿丽做伊要乱讲话，伊安尼先教死我。一定有伊的道理伫，也毋过，我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嘛是想无，我是倒也做唔到，去害着我的怪孙。阿嬷，你会用问阿弟做啊？我唔敢，阿嬷，你莫哭我啦。你哦，你哭我，要哭我啦！我唔敢问，我惊讲，若真正是我去害着阿豪，我以后要留迄个面，头去见伊的阿公，也够伊。阿嬷，你是安怎阿嬷？强仔，你真正是强仔，阿嬷，你哪唔讲话？你讲啥？你要带我走？袂用你，我若即马跟你走，那阿豪是要安怎？你袂记得？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，阿嬷！一句话拢无交代，就做你做，人世间都真正这么啊无情。阿嬷，是不是阿公啊？我看我嘛无偌久啊，我若走，阿豪伊是要安怎才好？这个家堂堂，你敢打得起？阿嬷，什么人？头家娘，我达啦。头家饮酒醉啊，你若是不方便，我甲阿去租房睏。唔免啦，稍等下。头家娘，李白，落肚落肚，买定二手，二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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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高山林啊，嘉宏哦。对啦，人咧讲吼，狗对肥走，人对细行，恐怕今仔嘉宏哦，咱大家就对啦。恐怕即摆要带队机啊。对啦对啦，要带队兵啦。对，要带队兵啊。大吉大利，欲望神尊请指示。空白啦，卖个肾啊！我来听着关少爷的声。空白，进来啦！大家在，带落去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对，空白带，进来，进来，好，带啊，带啊。开啊！开啊！开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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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叫我来开！好，既然大家拢这么欢喜，我就来做一下型的，送恁大家一份大礼啊！什么大礼啦？较紧的倒啊！什么大礼啊？既然大家拢这看好这赌，这赌就来加赌，要赢就赢一个爽快，安怎？有人要加赌无？恐怕，敢要加赌啊？哎呦，啊！我银两全部滴落去啊，无银两也要哪加赌啦？我是讲咱大家要加赌无啊？随在恁，随在恁，你欢喜就好啊啦。好啦，我加，我全部落啦。进来，进来，对，空白地，进来，进来，好，地啊地啊。各位加赌无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飞机，飞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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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进来哦！哇！牙齿啊，牙齿啊，都割空翻了呀！你是交警遐个人吼？哦，唔对，你真巧啊！你唔是交警迄个大头家，才赢你几十两银啊，尔，安尼也输袂起，敢有需要安尼？废话免讲，我干那想要啥？你到底是安怎样赢的？我运气好啊！运气好，我都已经把刀仔换掉啊！呀，你是用什么办法，搁把刀仔变倒出来？哦，你跋歹叫哦！少年诶，对一个开交警诶，毋是要赢钱，也无是要甲你跋感情哩嘛？你叫空白了对无？我听讲，你常常来阮交警跋筊，嘛算是一个好人客。你今仔是老老实实讲出来。你赢的钱，我拢会当给你扎倒转去。一算五年，我拢袂甲你提倒转来。你讲安尼好无？敢真正是安尼？我大头神啊，讲话算话。安尼我甲你讲，我有神尊咧甲我保庇。哎呦！你莫讲冷笑话，什么神尊咧保庇啊？我无连笑话，我讲的拢是真的啦。嗯？敢那残秋天香楼迄个查某囡啊？对呢，你无讲我煞无想到呢。这甲关少爷生做安尼，同款啊，同款吼。你若是继续连笑话，明年的今仔日就是做鸡的日子啊！我无连笑话，我嘛无命中啦！我怕！你什么人？
今嘛，我会当予你四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来阮徒弟学习的；第二个，予阮徒弟嘛过去拍你一拳；第三个，予我废掉你拍人迄只手；第四个，恁大家做伙来，来，予阮师徒练一下拳头。看你脚手袂歹，功夫敢若真好。但是你敢知影我有偌济人啊？哼，因不过是五个人尔，我一个敢拍十个。我一个人哦，毛在条拍五个啦，安怎？唔知影死我，等下你就知有偌济人啊！金酸，等我啦！啊，来哟！请啊！你昨暝拢无困哦？你醉咖呢？我哪会敢困？来啦，这杯解酒汤饮下哈。我若是家好就好啊。安怎？你生气啊？家好唔知弄了什么事啊？人无生人，鬼无生鬼。阿嬷把伊关起来，敢讲你想要甲伊同款？你知影我唔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知你要讲啥，你感觉我心肝内是有后头，每一工替后头来做代志，是不是？我只是唔甘你这么辛苦，一工到暗上头走，做甲流汗，互人嫌甲流烂。那不是为着恁林家，我才无想要当后头做甚物一代志。欸，你安尼讲就先超过了。你回去后头厝做牛做马，甲阮林家啥物关系？也毋是我爱你去做的啊。是大娘哥叫我去做的啊。是阮大姊爱你回去外家管代志哦。你毋相信？无你问阿姊啊，看我讲白话无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阿姊为什么叫你去做这种食力阁唔大的代志？恁阿姊讲家和伤过少年，阁爱耍。伊烦恼以后，将阮家的作业拢甲败了了。这是为着恁阮家好，甲阮娘家什么关系？水圳啊，这所在位的水圳是阮阮家的啊。虽然咱两个人是翁仔某，也毋过每逢大旱年，两个家族的人拢会为着钱水相怨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。恁阿姊讲。来用在阮家做主，你就会用的。好啊啦，我叫你莫阁讲啊，你听无？是的啦，我唔是超过伊要对你大细声，只是你用的莫听，我嘛用的莫讲，遐毋过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敢会就因为安尼无去？袂。一定不会，像是阮阿爸讲的，这块土地一定有着受着什么款的纠缠。特别是出外人、艰苦人来到这为着生活，就无简单啊！搁来互相抱怨，分什么？面恶相转，做工也无共。他互相相拼，有当时啊，我想讲咱两个不应该成亲，因为我是客人，你是福州人。不过，咱已经成亲啊，我的祖先就是你的祖先，你即马姓林，是林家的人。无唔对，我即马是林家的人，也唔过林家若甲阮家相拼，你认为？我站在倒位呢，答案是站在倒位都唔对，站在倒一边拢唔是人。顶一摆为着钱水，恁阿爸甲阮阿爸拢已经死啊！我拜托你，
卖阁讲啊，好无？代志拢已经过去遐久啊，即摆阁讲遐有啥物意义咧？有，我咧挽救咱的婚姻，我会当无要紧，互你将这件事拢交阮阿姊来管。也毋过我无法度忍受，外口的人讲我无法度替林家团总接待。我知影你真委屈，毋过生囡仔的代志，毋是讲要生就生会出来。这件代志我较袂烦恼，目前我较烦恼的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外面有人在传。讲啥？讲恁阿爸去予阮阿爸害死。你毋通听人阿伯讲，迄天小病，家父毛滴个，我有问伊，伊讲伊毋知影，而且伊讲还阁是恁阿爸救伊个。伊知影，伊只是毋愿意将真相讲出来，予大家为难。我相信。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，都过去了，一定慢慢好起来，一定会好起来。李白，阿妈，有喜事哦。哦，原来这个阿妈是四大雅族，才安尼叮叮咚咚穿啊一身躯。是讲伊拄啊在念米卦，敢是去念着迄啰观音上主？啊，那无一个看到阿公阿奶讲，嗯，厝内有喜事。啊，搁一时啊，搁目屎流目屎滴。哎，到底他看到什么东西？啊，那四大雅族是要算叫巫师，还是叫红姨？啊，红姨敢会未卜先知？啊，巫师敢会知影讲？未来还会发生的代志，哎呀，这世间代哦，实在是讲不清楚。总是一句话，活在世间，欢喜就好。阿妈在咧问你话，你啥拢唔甲我应一声？你在问我？嗯，阿问你有啥物喜事啊？喜事？无啊，逐天拢嘛爱过日，无闲东无闲西，哪有啥物喜事？坐啦，阿嬤給你看看。哦，阿嬤，你是在看啥？莫講話，讓阿嬤給你看較詳細。哦，不愛看，愈看心愈臟，看攏無。阿嬤，你是不是看到什麼不好的？無啦，你給我騙。阿嬤，你一定看到什麼不好的喔？啊，就跟你說無啊。無，阿嬤，你給我講啦。若無，你別說愈看心愈糟啊。你別這麼著急好不？我當然也著急啊。阿嬤，你緊講好不？好啦好啦，我讲我讲，其实嘛无虾米唔好诶，只是拄只你一个入门，阿嬷就感觉着一阵的喜气，所以我嘛在问你讲是毋是有啥物喜事，哪知影，一个详细甲你看，又搁虾米拢无，唉，阿嬷真实是老啊。什么拢看袂准，嘛在讲愈看心愈糟。阿嬷真准，你无老，你讲嘛真准。我真正有喜事啊！啊是啥物喜事？是阿嬷，看门公要甲我生一个囝，你有啊？无啦，哪有这么紧？啊，今仔透早食。
好，阿妈问你，范伟伊对你好无？好啊，伊对我真好啊。伊若是对你好吼，阿妈就较放心嘛。阿妈，你莫烦恼啦，范伟对我真好。伊就是伤过无闲，无常常伫厝内底。伊若倒转来，我会带伊来看阿妈，甲阿妈请安。好，你就甲伊带倒转来。阿妈吼，准一寡补汤，好好甲伊补一下。对啊，阿妈叫你去找的人是找有无？有啦，我嘛甲带来，互阿妈看你有适合无？好，带来互阿妈看卖。今嘛吼，迄好的下骹手人是真歹找哦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这个人伊真故意，做石头阁认真，而且伊这条命阁是我救的，伊才能报恩，伫阮遐做事，范文真满意，嘛真懊恼。我带伊来互你看，你就知影。等下，等下。阿嬤有一件事想要跟她参详一下。什么事啊？阿嬤想要让阿芳来换这个家，你感觉好吗？当然也好啊，这样还比较会添头。也不过，可是，这心说不好啊。你问过阿里祖？我是问卦神，好几落卦，结果拢唔是真好。歹势，我吹打，才有水。阿达拉，阿芳。真正是你，你哪在这？阿芳，你团队过来啊！我替你解水啊！阿干娘，你来找我要做啥？伊是来问敢有水通饮啦？来来，这给你。小奶奶捧水给你，不用说多谢。多谢小奶奶。免客气啦，达拉。你两个熟识？无啦无啦，是伊拄才甲我讲的，你无熟识啦。嘿啦嘿啦，我无熟识。头家娘，奶奶我先出来。等下。阿芳。我带阿达给阿妈看卖，若无问题，就交代给你。你要甲伊交给我？你是少奶奶啊，无交给你，你交什么人？阿达啦，以后你得住落来，听少奶奶的话，唔通学厝内底下骹手人。头家娘，我袂留你遮啦。你过来。我是咧教伊做下骹手人的规矩。啊，不过，我袂晓打人啦。我知你心肝软，袂晓打人，袂晓骂人，所以我是会先做歹人给你看。那无，以后你要来换这间厝，你要哪教这下骹手人的？阿达拉。我知影拍你是我唔对，也唔过，我若要甲你回歹势，佮伤过便宜，可是我佮唔知要安怎甲你回实的，所以我想归去安尼啦，算你欠我一个人情，从即马开始，咱互相无相欠，安尼好不？阿达啦，你这是在做甚物？你起来啊！头家娘，我打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救命之恩，侬我都真简单的报答。今天是我不好，
今日出门之前，我能答应过你啊，我不能跟你喜欢会。头家娘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意留你家，不管后摆是做有做袂，我阿达啦，拢袂阁反悔。老张，大哥，啊，你今日哪有闲通来？这是空白张阿明的钱，请我提了行李。这是你话哦？是大嫂请我话。红梅请你话。恁到底是在变什么梦啊？你敢知影？这张画像真邪？真邪。这件代志，即马是愈来愈心塞。心塞？哈，倒位咧心塞啊！我即马愈来愈糊涂啊！兄弟啊，今仔日你一定要甲我讲一个清楚，到底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大哥你请坐，啉一嘴啊茶，啊，我再来慢慢啊讲予你听。你之前捌讲过，你予妈祖甲你托梦。这阿官叫妖魔甲附身，这代志我嘛感觉真奇怪。有啥物奇怪啊？你根本就是唔信啊，搁骗我。大哥，我讲过，我敢若相信你。也唔过，唉，愈解释愈害啊。咱讲倒转来，你敢知影？大嫂伊前几工又来拜托我。甲画一百个新图，这支笔叶种伤重，伊袂当画新图。你是咧讲啥物？我听无啦。你翁阿母就是翁阿母，大嫂当时甲你同款，拢问我同一句话，佮讲讲啥物？这支笔也无性命，也袂当做歹代志啊。伊有啥物业障啊？大嫂，你有所不知。虽然这支笔伊袂当做歹代志，但是啊，这几年来，伊所有的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的人，佮予官府所对立的人，所以啊，伊即马就袂当佮画新图啊！大哥。哎，小兄，你真正是足久毋捌互我把过啊！老哥，我敢有做毋到啥物代志？你哦，你伫你嫂仔面头前骂我是万恶之徒，你冤枉我，我哪有讲这种话呢？这啥物件？哼，你家己看。哥啊，啊，你哪会把这种物件扎伫身躯的？哈、哦，哎，我的好兄弟替我画，我当然爱好啊，扎伫身躯边啊。大哥，这哦，伫当时啊，俺两个兄弟已经好好啊，感情搁真好哦。大嫂，像是你的大嫂。哼，当然是咧叫你，无是咧叫鬼哦。哦，苏雅，伫当时你身躯边佫带这种下骹手人哈，佫会替你出头，替你骂人哦。你，大哥，大嫂，恁两个莫一见面就要冤要抬，啊，若要冤要抬，请恁去外口。哼，我话若讲完，我就走。有甚物话紧讲？苏雅。长手气袂歹吼，大嫂，我叫人去拜啊。神尊拢有甲我讲啊，神尊讲你做了真好，神尊讲爱你，搁替伊做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替神尊起一间庙。哈？起什么庙？你是咧起笑哦？伊爱我替伊起一间庙，
对我有啥物好处？我只是来传达新尊的话而已。若是讲对你有啥物好处性，到时阵新尊自然会甲你讲。你别走、啊，大哥啊，不一定，即马这就是咱的机会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替迄个妖魔起庙哦？这条件啊，讲的好，替起一间庙，是要算啥货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啦！我乖乖，我敢放我出去啊！阿峰，放我出去啦！阿峰，我是恁阿公的。放我出去啊！我求你啊！阿妈，放我出去啊！阿妈，有人无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，我求你！是你。这个不方便，对我来。有人无？来啊！你来啦！这是你的巡逻房。我拜托你，是你来好不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啦！我乖乖，我敢放我出去啦！阿妈，你是你娘，为什么要关起来？你是你来才不讲好不啦？我拜托你。阿汤，你别逼我。你想要做啥？你若不紧入来，我。我电话叫名，你有啥物啊电话？我是要把话讲好清楚啊。代志拢到这，咱有啥物话好讲的？我有去角落找过你，是要把你救出来。不过我听讲你已经死啊，这外头，伫看到你，我心扑拢是伤，我得昏去啊。是安怎？我明明亲眼就看到你已经，是安怎？你亲眼把我跳跳出电话面头前，是安怎变个安尼？达拉，好啦，有啥代志，咱直接讲。爸爸，你那么好不？阿红，别安尼啦，安尼不好。我唔管，我就是安尼啦嘛。阿达啦，是安怎你无爱啦我？你是不是气嫌我？无啦。那安尼，你啦我？带我走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就走哦。真正要走？嗯，我来看看呢。咱就来走，你等我。对了，那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好媳妇。真好看，好啊，应该走啊。阿红，阿红，你敢会使明仔载才走？是安怎？我想要救一个朋友。
朋友，你伫遮会有啥物朋友啊？伊叫做阿钓，是我伫教内底熟识的。这条幸福都是伊送我的。伊伫家路啊？那安尼，你要安怎甲伊救出来？阿红，你敢使甲我斗相共？你想要用马？那不过，马一个灵魂上少嘛要20秒，我规身躯敢那剩遐济呢？唔知道有五鸟无？那你要安怎？这个人，你敢一定要救伊出来？一定要救！你甲迄个人是外亲的交情，是安怎？你一定要甲伊救出来。刚才反正你唔相信，唔过我家己知影，当初若是无这好媳妇，我应该早死伫监牢内底啊。那不过，咱要去倒位找汉姐姐啊？公公，总不能去甲阿妈吐啊！啊，有啊！你有啥办法？这你摕去断掉。摕去断？这够值钱？这是阿妈给我的。伊讲，这是伊阮家的传家宝，应该足值钱的。明仔你就摕去断掉，把你的朋友救出来，咱就伊随走啊。好，等我代志办煞，咱嘛再按时倒来走。你哪个在家啦？别个困夜吧，目睭金金，爱当困哦。哎呀，那也差啦。老兄弟，真久无看，最近好无？你三更半夜来家，是不是？搁遇到什么困难，要来请教妈祖娘娘？老兄弟，我敢袂当请妈祖娘娘替我受邀啊？你有的妖怪是什么妖怪？妈祖，妈祖救命！妈祖救命！你是狗辈吗？我拄仔好伫你的门卡口，听到你咧叫，我就冲入来啊！母啊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，新准的。我哪会知啊？这阿妈新准的去倒位？伊无爱困，伊讲人咧困的时阵，其实就是肉身暂时死啊，所以我咧困的时阵，伊真少会来附身啊。伊无介意这种感觉。好像像上人拔掉的，
母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无啦，无安怎啦？你打到新村啊？哦。免扣啊！你是啥人？玉梦神尊。神尊，你来了真多，拄只我。我知。你知？以后，你甲本神尊咧进香的时阵，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用叫妈祖，知影无？我无啊。妈祖，妈祖，救命！妈祖，救命！哦，那是我伫咧眠梦惊到的时阵画出来的啊！眠梦的时阵嘛袂用画。我咧眠梦，我哪有法度？我会教你安怎卖画。是啊，又搁是银杯咧。我来替你问好。哎呦，免啦，老兄弟啊，我去提一条椅啊，和你坐落来，看我跋杯啦，啊。老兄弟啊，你好好在这坐咧，卖吵我，看我跋杯。好。我看，我用民房的方式会较好哦。奇怪，你用门明明关的，这个女施主是安怎入来呢？请问，郑来修，你还没看出我是谁吗？女士，主持，还没看出来吗？你是妈祖娘娘，正是本座地主郑来修，叩见妈祖娘娘。郑来修，你有火啊？脚手阁无方便，卖只搞嘞。你徛都可以咯。多谢妈祖娘娘慈悲。郑来修，你敢知影头拄啊本座是安那要向我家己的金身跪拜？我有听过一个道理，是讲救人不如救己。但是我唔知影拄只妈祖娘娘，你向家己在求什么代志？你问了真好，我求我家己，唔通袂记你当初。立志求道的初意，不忘初意，这有什么困难吗？难啊！求道的基础，我是人；成道之后，我是神。人看未到家己的累世因果，唔知影轮回之苦，嘛唔知影因果之报。神看得到，想要来斗三工，但是往往。往往如何？佛法无边，难度无言。佛法无边，难度无言。张来修，你有拜过财神爷无？以前有去过，即摆较无。以前有一个读册人，有甲财神庙写了一副对联，真有意思，你看卖。只为鬼神钱，你也求，伊也求，互相是好。无做半点事，早拜阿妈拜，叫我为难，真有意思。但是我想要甲加一个反馈，请讲。
岂有处理？咱来修，你真有慧根，甲本座嘛真有缘。今日本座入你梦中，有事相托，请妈祖娘娘明示。咱来修，平安桃阁有偌济？也阁有一挂。人间大难将至，平安桃分数有缘，可保平安。地主尊名，这是救命香。大难来时，你都要把这个香给点起来。天妃，请速还天庭，不得有误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。哎呦，你到底是在吵啥？你是要让我睡，还是让我睡啦？我梦到妈祖。哦，我也梦到妈祖呢。妈祖娘娘真正神通广大，今年不知有多少人，我也梦到妈祖。妈祖刚刚给你指示什么事？哦，妈祖伊给我指示，我袂记得啦。妈祖娘娘跟你讲什么啊？天机不可老泄。嘿，唔讲就准煞啦。别对啊，别来困啦。系啦，我叫人响呢。叫人响哪会无去？哦，原来你家。哦，又没好卖这么多。大师，这是天妃，本座无收回你的天妃香，已经是蒙开一面，一切交由天来决定吧。本座谢定。出来。师爷，是我啦。师爷哦，啊，你是去倒位？哪会这么才回来嘞？我都还袂问你耶。你讲，哪会走来我门窗卡咧困啊？我会惊啊。哦，是咧惊啥？阿算唔知影交警遐个人，四界咧找我的麻烦。我若去予因撞到，会死甲足歹看呢。啊，所以我才来找师爷啊。哪会知影师爷你都无伫咧？啊，我唔知啊。哎，哈，所以你着秘在我的门窗卡困哦。嗯。师爷，我拜托你救我好无？你是咧创啥？起来。师爷，你拢唔知影呢？交警遐个人哦，一个一个拢凶盖盖哦，敢若大歹人诶。我总惊的呢。我求你哦，总袂当，何你一日敢唔甲我对调调？我，哎，你哪唔去找苏雅？啊，啊，若要去找迄个苏雅，规气叫我去死死的啦！哎，你是咧讲啥？无啦。我什么拢无讲啊！你当作我是臭耳人哦？我问你，是安怎遐尼啊假输呀？跋筊是伊叫你去跋的咧，赢的钱你嘛拢给伊啊！即嘛发生代志，本来就应该叫伊来处理啊！而且伊伫家门做代志，对付遐流氓，拄拄啊好啊！哦，即嘛天都要光啊！
我吼带你来找苏爷，我会叫伊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。唔通啦，唔通啦，这件代志使无要麻烦你啊，我家己来去处理啦吼。段姐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来去交警啊！啊？你要去送死哦？你不是讲你真惊遐个人？也唔过，我搁较惊迄个苏爷呢。为什么啊？师爷，你甲迄个苏爷，敢真正是好朋友？是啊。我唔相信，恁根本都唔是同一款人啊！虽然师爷你平常时脾气有较歹淡薄啊，也唔过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大好人呢。啊，那迄个苏爷伊哦，师爷，你敢知影？迄个苏爷吼，咱这三位囡仔若听到伊的名声哦，拢会哭袂出声呢。唉，伊确实有真济代志做了伤过分啦。不过，伊是有苦衷啊。哈？伊有啥物苦衷啊？大哥，我的计划就是助纣为虐。官逼民反，师，啊，若讲到苏爷做个歹代志，迄是钉钉塔塔呢？你敢知影？伊将凡人卖去予好家人做奴才无大劲，佮将查某囡仔拐去长山卖呢？伊安尼包交警开妓院，足夭寿的，你敢知？啊，佮有无？当然嘛，也佮有，也毋过伊个歹代志做足济，我讲袂完啦。我无想要讲啊！嘿，你已经讲遐尼济啊，敢讲你唔惊我将你讲的这话甲苏爷讲哦？唔通啦，师，安尼我会惊呢。哼，安尼你搁敢跟我讲这？我就想讲吼，要跋一赌啊！你要跋啥？我要跋师，你是大好人，我跋师，你会保护我。要若无，迄、那个苏爷要抬我呢？啊，苏爷要抬你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影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啊，就迄张啊，师你嘛知啊？我知。嗯。苏爷和我迄张的画像内底吼有鬼啦！我嘛知影，而且哦，我知影比你更加多。啊，你搁知影啥？你想要知影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袂当甲你讲。为什么啦？哎呦，你这尔啊无胆，敢若知影一点点啊代志，就惊苏爷会来抬你。若是讲，予你搁加载一挂，免等苏爷来，你会将家己先吓惊死。讲安尼嘛是对啦，有一挂代志吼，也是隔空隔空，当作唔知影较好啦哈。嗯，哎，小姐，你的教文袂歹哦，这摆你赢啊。我赢？是安怎讲？我赢？哈哈，你敢是博我是一个好人？确实。林师傅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保证绝对袂让苏爷来抬你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哼，真正，而且教场的代志，师傅会替你解决。多谢师爷。哎哎，创啥？爱会记哦，查甫人脚豆腐下面有黄金，袂当随便甲人跪。无出团，是。呀，对师傅来，我当一下筋骨。呀，呀。师师，什么代志啊？你看啦。哎呦，
啊，才恐怖的是看到啥？看伊的面，敢那是真着惊。敢是看到迄个海面有鱼真大只，三百即个光阴去甲掠。这鱼吼掠上来，看是要煎要煮，鲜绝对好食。哎，拄只咱讲看到即个妈祖讲，救人不如救己。啊，庙公甲伊讲，岂有此理？这种话真正是奥妙无比，啊是，啊我予你气死！人讲甲长欢喜，甲长趣味，你遐讲讲，时间到啊要煞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，别赶紧拿起来记，唔通去问一空死。阮家的电话是0937339888，哎，0937339888，切记切记。后礼拜继续看下去。休息吧，千里马，忙转头。